以光为媒，万物有言。光言万物主题论坛由光电会和武汉光博会联合打造，采用线上加线下模式，专注产业技术和产业应用的知识分享与行业交流的平台。光言万物线上系列直播集聚大批光电行业的知名科研专家教授及企业引领，从技术与产业两个方向远程在线分享激光光学、光通讯等领域的前沿技术和热点应用。光言万物线下系列研讨会作为武汉光博会的同期论坛，集聚了众多行业大佬面对面探讨行业应用热点与产业未来。2022年，我们仍将秉持初心，继续为大家传递更多有价值的信息。10月，让我们重聚武汉光博会同期论坛，与众多行业专家一起探讨疫情后的光时代。本期会议，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 Melo Systems 公司应用工程师台朝阳博士给大家做分享。台博士从事超稳激光器的研制以及光学频率书相关应用的研究。本期课程分为飞秒光纤激光器如何扩展到近红外和可见光波段，飞秒光纤激光器如何扩展到中红外波段，飞秒光纤激光器如何扩展到太赫兹波段，泵谱探测和光学采样四部分。在第二次的飞秒光纤激光器网络研讨会中，我们将更深入地了解他们是如何实现最先进的光谱学应用的，从可见光到中红外再到太赫兹波段。此外，我们还阐述了飞秒光纤激光器如何用于泵谱探测实验和光学采样，提出了新的中红外飞秒光源，并回顾了太赫兹时域光谱和成像的最新应用。这次的内容更多地结合了我们的现成解决方案，这些解决方案的应用范围从基础研究和生物传感到工业环境中的材料表征和无损检测。 Melo Systems 诚挚地邀请相关领域的研究人员、学生、实验员以及所有对飞秒光纤激光器及其应用感兴趣的观众和朋友参加此次网络研讨会。下面有请台博士为我们带来精彩分享。哎，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非常感谢来到 Melo 飞秒光纤激光器的这个 Webinar 2。上一期我们讲了一下这个飞秒光纤激光器的原理，然后这一期呢，我们讲一下飞秒激光器的一个，主要讲一下飞秒光纤激光器的一个扩谱啊，包括它从可见光一直到太赫兹，中间当然还有近红外和中红外。在开始之前呢，我们还是放了一个这个我们Melo中国的官方微信号的一个二维码，希望感兴趣的小伙伴呢扫一下这个二维码，里面有很多的应用包括原理还有一些新闻的一些信息。比如说今天我们中午发了一条Melo 中国和 Mog Labs 合作的一个新闻，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点进去看一下。好的，然后很多朋友可能听说过 Melo System， 因为我们是光学频率书起家的一个非常顶尖的超精密计量设备，光学计量设备这么一个供应商。然后 Melo 呢是在2001年的时候从马克思普朗克量子光学实验室孵化出来的一个高精尖的一个企业。Melo 的创始人呢是Tedder Hensch 教授以及他的学生 Michael May 还有 Ronald Horsworth。亨氏教授呢在2005年的时候也因为他对光学频率书以及精密光谱的一个技术的一个贡献呢分享了当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那目前呢公司的 CEO 是 Michael May 博士CTO 是 Ronald Horsworth 博士，他们都是亨氏教授的两个学生。今天除了我作为主讲人之外呢，我们还非常有幸的邀请到了很多的嘉宾包括
Christine Moser 博士，他是我们飞秒光纤激光器的产品经理，他对Menlo 的飞秒光纤激光器非常的了解。希望大家有问题可以问 Christine，因为好的朋友呢可以直接在讨论区里面用英语问 Christine。那第二位呢就是我们的傅灵统先生，他是我们 Menlo 中国的售后服务经理。我们可以看到他这边我把激光笔调出来啊，这边他多了一个头衔，就是这个 Mog Labs 的销售。刚才也提到了 Menlo 中国和 Mog Labs 在中国区达成了一个独家代理的一个协议。Mog Labs 的所有激光器呢，今后会由 Menlo 中国来代理销售，傅先生会负责这方面的管理。另一位呢，就是杨经理，杨经理的头衔也是变成了总经理。那当然，我们的周博士还是Menlo 中国的负责人，他也是在讨论区里面会和大家来互动。希望大家有问题尽管提，在讨论区里面，各位专家都会及时的给大家一个回复。如果后面没有回答到的问题，我也会，在直播的时候尽量的给大家做到一个，解答。但是我的解答不一定，因为是口述，可能不是那么准确。但是到后面呢，我们当然会用邮件的方式把每一位，朋友提出的问题都做到一个尽量准确的一个回复。好，那 Menlo 的产品线呢，其实非常的丰富啊，刚才提到的光学频率输是我们当然是最响的一个产品。那光学频率输的配套，比如说它的光学参考叫做超稳激光器，那目前在量子计算领域也是非常的火热的一个硬件系统。还有呢，就是这个太赫兹的一个解决方案，也比如说太赫兹石域光谱仪。等等等等，这些太赫兹的设备在安检无损检测，包括光谱等等领域，也是现在非常的先进的一个手段。另外呢，我们还有天文光疏，和空间光疏。那空间光疏呢，就是我们可以把它发射到一个太空火箭上来做一些可能在失重呀，或者是高重力加速度的一些相关的测试。而且这个两个光疏，包括双光疏，在发射降落这些过程里面，它是都没有失所的一个问题。还有呢，就是这个量子激光器系统，量子激光器系统其实它是基于光学频率输和超稳激光器的一个组合系统，还包括了一些锁定到光疏上面的 CW 激光器，比如说刚才介绍的 Mog Labs 的激光器，比如说其他品牌的激光器，Real 或者是 NKT 或者是相关的很多其他品牌的 CW 激光器，我们都是支持锁定到Menlo 的这个光学频率输上面。那我们今天要讲的呢是这个飞秒光纤激光器的部分。那飞秒光纤激光器呢，它的应用非常的，从光谱上来说，它的应用非常的宽，从这边的一个可能紫外，一直到这个太赫兹，都有它的一个应用。这边首先就是一个阿秒光谱的一个few cycle 这个就是周期量级的这样一个脉冲的一个图，那这样的一个短非常，非常窄脉冲的这样一个激光脉冲呢，它是非常适合于做一些超快的一些探测的，包括一些成像呀，包括一些对于分子动力学的一个研究。另外呢，在可见光区域，我们经常会碰到一些原子的一个跃迁谱线，是在这个区域。然后它的能量呢是和电子伏在一个量级。另外呢，在近红外的区域，我们也会用比如说光疏、光谱来做一些分子吸收谱这些分子的一个倍频或者是高斯谐波的
那个振动能级的一个吸收谱会落在这个近红外的区域，这方面的研究也是非常的流行，因为光束它的分辨率非常的高。第四个呢，在中红外区域，是我们有分子的这个分子指纹谱，所以中红外的这个研究也是对于一些分子的这个基团来说，会得到一个很准确的定位。最后呢是这个太赫兹的光谱，太赫兹的光谱这边其实给了一个成像的一个案例啊，这个成像的例子呢就是说太赫兹它在就很多这个材料它在太赫兹波段有一个比较好的透过率，太赫兹对它们有一个比较好的透过率，然后呢我们可以通过太赫兹来测量它们的一些介电系数等等电导率这些物理常量。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应用。那所有的这些从可能紫外一直到太赫兹这么宽的一个光谱范围内的应用呢，我们都可以用到飞秒激光器来实现。那这些飞秒激光器当然不能说是一台飞秒激光器或者特定的一台飞秒激光器就能实现所有的这些应用，我们需要特定的这个怎么说呢？特定配置的一个激光器来实现这些应用。那下面我们来看一下激光器的这些部分，还是简单说一下这个锁模，包括一些后续的一个原理。首先呢，我们要实现这个飞秒量级的脉冲，一般会用到这个锁模的机制。在 Menlo 呢，我们是叫做这个 Fingernite 的锁模。那这个锁模呢，它的特点是稳健性非常的高，而且它的灵活度。包括它的一个低噪的特性，我们看一下这个 Fingernite 对比 CSAM 的它一个自然的一个线宽会差非常多，它的噪声非常的低所以说呢，我们认为 Fingernite 是目前一个可以说最好的锁模之一，锁模技术之一。那经过锁模以后，我们得到了一个种子光的输出，但是这一个种子光的输出呢，它的功率比较低，或者说它的脉冲能量比较小。这个时候我们需要一个放大，当然这个放大可以是光纤的放大，如果说客户需要可以在后面再加固体的放大，这个都没有问题。那经过放大以后呢，我们知道在周究脉冲放大里面，我们一般在放大的时候会把它的脉宽展宽，那过来呢，我们需要再进一步的压缩这个脉宽再加一个压缩的压缩器，最后我们还可以加这种。快速的一个调制器一般会是一个声光调制器，来选择这个脉冲的频率，比如说把它的重复频率成倍的降低，或者是在它的脉冲上面加一些快速的强度调制，一些这边实现了一个相当于光开关的一个功能。最后，如果说我们想要一个比这个一般的普通的锁模，实现的这个重复频率包括它的频率稳定度更高稳定度的一个脉冲输出呢，我们需要把它的重复频率，包括这边的一个重复频率 f i 这边呢是时域的所以它的周期是 f 二分之一，它的这边是 f 二它的重复频率 f 二，包括它的载波暴露相移频率 fcu 锁定，如果锁定以后呢，它就是一个光学频率输。它的公式是 F0 加上 n 倍的 FR，就是说这个脉冲激光器它只有两个变量，如果我们把这两个变量控制住呢，这个脉冲激光器就是一个稳定的一个频率参考，它就是一台光学频率输。Menlo 的光学频率输可以说提供了市场上现在最好的一个噪声指标，当然这个也是所有的光束应用里最关心的一个指标，不仅是噪声指标，可能在体积、在易用性、在所有的方面，Menlo 都是领先的一个地位。对，如果说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这个另一期的 Webinar，叫做《为什么需要光学频率输》，在我们的 B 站上有相应的一个之前做直播的一个视频。我们的工作人员也会把 B 站的链接发在。讨论区，大家感兴趣的话就可以下去点一下。好的，
那说完这个最基本的这个锁模、放大等等等等，过来就是今天的一个主题，就是扩谱。怎么来扩谱呢？首先我们看到这个一般的飞秒光纤激光器或者飞秒激光器，它在频域上是有一定的这个光谱带宽，然后它的中心波长会或者中心频率，比如说现在是在这个纽零，然后呢，最简单的或者说比较常用的。我们可以用倍频的方法，或者叫二次谐波产生的方法，把这个纽零变到2倍的纽零，就是频率倍上1倍，它的波长相应的是减一半，这个是倍频。第二个呢，可以用移频的方法，在它中心频率附近稍微移动一个比较小的一个频率范围，这个是移频。那基于这个移频呢，把这个 nu 一和 nu 二。我们可以减一下吧，或者是 nu 零和 nu 一，我们减一下我们会产生一个比 nu 零频率低很多的一个频率，这个就是差频产生。我们待会儿也会讲到这个中红外的部分，我们是会用到差频产生的办法来生成这个波段。那第四个呢，要产生一个宽的频率范围，我们可以用到这个超连续谱的方法。那超连续谱呢？它非常的宽，可以覆盖一个倍频程，也就是说，假如比如说1550的中心波长，可以覆盖1000到2000这么宽的一个光谱范围。那基于这个超连续谱的产生呢，我们也会产生 CEU 进一步产生光疏等等。好的，那关于这些扩谱的方法呢，我们说了很多。在 Menlo 呢，我们。其实上一期我们也说了，我们对于所有的飞秒光纤激光器所有的激光器产品出厂的时候，我们会经过非常严格的测试。这边列举了三个测试，一个是振动测试，一个是温度测试，一个是这个重复性的测试。首先，这个温度测试呢，我们首先这个振动测试呢，我们会加，可能要加到20个 G 的一个加速度。然后来看它的一个光功率的输出，可以看到这个光功率的输出，对于这个加速度也是相当的不敏感。然后包括温度这边的温度变化范围有40度，然后它的光功率输出在这边其实起伏也是非常小。那最后这个是一个开关1万次的测试验证了它的一个锁模和一个稳定运行。这边是其实这是 Christine，然后他没有放自己的头像啊，他拿着这个我们的一个飞秒光纤激光器的种子源，然后做了一个产品的演示，这个是一个可以看到这个种子源非常的小，待会儿还有一个视频我们可以看一下，然后我们总结一下就是这个飞秒光纤激光器Menlo 的飞秒光纤激光器有这么几个。优点，稳健，然后可靠，即插即用。那么其实呢，在对于工作物质来说或者说对于光纤里的工作物质来说，可以掺杂的这个稀土元素、稀土离子也是非常的多，从这个钒呀、铯呀、这个钴、铒、铊等等等等，一直可以到2000多纳米。但是实际上呢，常用的一般是这两个掺杂，一个是掺耳的一个波段，在1560纳米波段，一个是掺翼的波段，在1微米附近。基于这两个波段，其实也可以产生非常非常多的一个扩谱的一个效果。那我们就来看一下，Menlo 也是基于这两个非常成熟的一个光纤掺杂的方案。来产生来扩谱，产生非常多的可以给大家来使用的一个波长，1560和1040。好，那这边这个方块里呢，其实就是我们的所有的这个模块化的一个设计，包括振荡器、放大器、压缩器、快调制锁阳电路CEP 稳定、二次谐波产生、移频差频产生。和这个超连续谱产生等等等等这边其实还是没有列举全，但是基本上我下面要提到的这些模块，它基本上都在里面了。首先呢，基于这个，首先说到这个，从这个参议的激光器来说，
那这边这个食物对应这个食物，我们有一个Fahrenheit 的振荡器，当然这个是在这个里面啊，这样一个放大器也是在这个里面，再加一个压缩器，这个压缩器其实是在这个光纤头里面，那就是激光头里面。然后呢，这样的一个其实是非常紧凑的一个激光器，加上它的一个激光头，我们可以产生在1040纳米大于4瓦，小于80飞秒的一个非常好的、非常漂亮的一个数据。然后它的光斑质量也是非常的好。那这样的一套激光器呢，它是一个有这么一下列一些优点啊，秒一户呀，紧凑呀，包括可以预周究非常好的光束质量，可以加快调制等等等等啊，这边的快调制可以在后面再加上。包括还可以扩展到其他的波长，怎么扩展？首先刚才说的，倍频呢，就是两个1040纳米的光子，它会倍频产生一个，通过当然通过一个，一般是一个倍频晶体产生一个520纳米的一个光子，也就是一个倍频产生的过程。那这边倍频产生，当然这个一般是在固体里面做的啊。然后这个1040纳米的光通过光纤，我们打到这个520纳米的这边的 SHG 的模块里面，倍频模块里面，我们可以产生1瓦的一个520纳米的光。那这个一瓦其实主要也是受限于这个倍频晶体的一个损坏阈值。那这边有一个更详细的1040和520的一个参数主要是它的一个光谱和一个脉宽的一个特点。基本上呢，这个光谱相当的宽，在1040纳米大概是有七八十个纳米，脉宽呢也是达到了70飞秒这么小的一个量级，在520也是可以做到一个100飞秒的输出。那除了倍频以外呢，当然。还有超连续谱的产生。那这边对，这边其实刚才提到的是五瓦和一瓦，这边10瓦的这个1040呢，我们标的这个脉宽会保守一些可以标小150飞秒。那下面通过1040的中心的这个波长，我们还可以向两边扩展来产生这个超连续谱。那这个超连续谱的范围可以到600，从600开始到1600纳米这么宽的一个超连续谱的一个覆盖的范围，然后它的功率可以达到500毫瓦，当然自由空间输出的一个功率，但是这个怎么说呢？这个功率还是相当的高。最后我们来说一下这个仪频，前面的这些部分基本上还是一样的啊，包括振荡器、放大器色散补偿就是脉宽压缩，然后呢，这边我们加一个仪频，仪频是怎么实现的呢？一般是通过这个光子晶体光纤，然后在里面通过一些非线性的效应来实现这个仪频。可以看到这边我们从1040纳米可以移到1200到1700到1000，可能到1600多这么一个非常宽的一个范围，然后呢，它的脉宽。可以维持在一个几十飞秒这么一个量级。OK，然后总结一下，就是我们其实这些所有的模块，包括刚才说的二次谐波产生倍频产生780，这个超连续谱的产生从1050到2200当然这个刚才说的是一个参议的，我们这边说到参耳的系统。这边来总结，就是说我们在一个系统上面就可以实现多个这个光谱的扩展，而不是说，比如说我们用了一个780就不能产生超连续谱，或者我们有1560就没有780，而是我们这个比如说1560和780，我们的功率是连续可调的就通过一个瓣膜片加 PBS，我们是一个功率连续可调的功率比然后我们可以实现3个一个端口的一个输出。OK，第四个来了，就是780的呢，我们还可以产生超连续谱，加第四个端口，也产生一个可见光波段到近红外波段的一个超连续。这样呢，我们相当于从500纳米到2200纳米，包括中间的一些高功率的部分，
我们都可以产生这些拓扑的范围。那这个呢，也是其实光书里面我们也是这么来做的。OK，然后这边呢，我们第二路的这个放大器也可以加啊，可以产生相同的、同样的这么一个像路径这样一个数的一个波长。然后这边当然我们还可以加锁相电路来稳定它的重频。以及载波暴露相移频率。好，这边有一个视频，我们来看一下。那这个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一套系统啊，它产生它是一个1560780加上超连续谱的一个产生，可以看到这边1560的口在这边780的口超连续超连续谱的口，这边也是超连续谱的口出来，我们加了一个光栅来把这个。超连续谱这个彩虹给大家展示出来，500纳米到1000纳米这么一个宽的一个超连续谱的范围。那这一整套系统呢，其实就是这么三个大的一个鞋盒子，然后每一个鞋盒子里的光路都非常的稳定。好，然后呢，除了刚才介绍的这个就是视频里的这种大的这个科研级的系统，我们还有这种紧凑的光纤式的一个紧凑的系统，非常方便 OEM 的集成。那这个部分呢，我们当然还是光纤的振荡器和光纤的放大器。然后呢，我们这边就是说这个锁模里面我们完全没有自由空间的部分啊，也就是说它的虽然它灵活度降低一点，但是它的稳定性、它的稳健性可以得到一个更好的保证，它的体积也可以做到更小。那这样的一套系统呢，它其实它的指标和刚才提到的科研级的这个系统可以达到一个相似的指标，比如说这个1560，我们可以做到大于250毫瓦的一个输出，然后45飞秒这么一个非常窄的一个脉宽，780我们也可以做到200毫瓦啊，最低做到60飞秒的一个输出。这些部分呢，包括前面这些部分都是光纤连接，后面这个地方我们会用到一些自由空间的部分。那基于这样的一个1560参耳的激光器呢，我们可以产生通过移频的方法，我们还是可以产生非常宽的一个光谱。这边从1560一直可以移到1800纳米，那这边从1600到1800这么一个范围呢，我们都可以做到200毫瓦的一个输出，小于100飞秒的一个脉宽。好，这边一个视频，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小的系统，一个紧凑的系统。看到这个就还是 Christine，他在。演示一些即插即用的这个功能，就是它是一个完全模块化的一个设计，所有的连接都是通过光纤即插即用，然后也可以非常方便的镶嵌到机柜里面、机箱里面。好的，然后下一步是我们说一下刚才提到的怎么扩展到刚才提到了可见光和近红外，怎么扩展到中红外。这边要用到一个差频产生的方法，是因为中红外其实对于很多分子的一个机能团来说，它是一个分子指纹区，然后它的一个振动的一个光谱都落在了这个中红外的这个2500到1万5千纳米，也就是2.5微米到15微米这么一个范围里面。那么这个差频呢，也和刚才说的这个非线性效应一样，它是通过泵谱光和信号光通过这个非线性晶体产生非线性的效应产生一个差频的信号，这个就是最后得到的这个信号光。这边是一个实际的一个系统的设置，振荡器我们基于这个参议的振荡器来说，1040纳米的振荡器经过一个参议的放大器，光纤放大器，再经过一个压缩。我们这边会分成两路，从这个 PPS 一路经过这个PCF，就是光子晶体光纤；另一路呢，我们经过一个延迟线，最后两路汇聚到这个非线性晶体上面来产生差频。这个差频的频率我们看到从幺零不是这边首先是这个上面这一路就是经过光子晶体光纤的一个拉曼平移的一个光，它的一个波长。它可以从1040纳米扩展到从1200到1600多的一个范围，可以调，可以连续可调。那
经过这个差评，经过这个拉满评议以后的这个，比如说是1200到1170的这么一个光呢，它再和没有经过这个评议以后的1040的光来差评，可以产生一个从对应的7.8微米到2.7微米的一个中红外的一个输出，这个就是中红外产生的一个基本的原理。那这边呢，我们基于这样的一个原理，产生了从3微米到5微米的这样一个输出，大于100毫瓦的一个输出，而且呢，它的一个就是波长的中心波长它是可调的，然后它的其他的两个可调的地方呢，就是它的一个。这个另一路的 delay 以及这个在这个非线性光纤它在这个非线性晶体上的它一个相位匹配。好的，这边是一个中红外飞秒激光器的一个实物，是一个它的激光头，可以看到它是非常的美观紧凑啊，就是它整个的东西集成在这么小的一个盒子里面所有的东西都放在里面，看起来非常的稳健。然后，做的非常的稳定吧。然后这样的一个系统呢，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尺寸基本上大概就是比一个可能笔记本会高一点，这么一个尺寸。然后它在3到5微米可以输出大于100毫瓦的功率它的重复频率可以做到250兆。然后呢，它是一个。软件可调谐的一个输出，从3到5微米，我们都可以通过软件来调它的里面的自动的一个电动的拨片，可以实现这么一个无手动操作的一个非常方便的一个操作。它的脉宽呢也是非常的窄，大概只有200飞秒甚至更低。那不仅到5微米啊，我们其实可以到15微米，当然。在5到15微米之间的这些波段呢，它的功率会相当低一般可能只有毫瓦量级的一个功率。但是如果说您需要更长的一个波长，5到15微米这么一个更长的中红外的波长，我们可以提供给您这样的一个中红外的飞秒激光器，或者说是进一步的一个中红外的一个光学频率输。好的那说完了中红外，最后一个怎么扩展到太赫兹？太赫兹呢，我们知道，它是一个我们叫terahertz gap，就是它的一个产生比较困难，不像光和电我们的技术非常的成熟，但是太赫兹呢，它的应用又非常多，所以我们想尽可能的来向太赫兹来靠。那在 Melo，我们是用光的办法往下变频来产生太赫兹。那这种办法呢，一般有2种办法啊。首先这边是一个通过激光器。通过可见光或者是780这样一个激光器来打这个晶体或者是薄膜来产生太赫兹。那这种办法呢，一般来说它是一个可以用到我们的激光器，但是它的一般是一个固体的一个办法，因为这个波段你要用到晶体，要用到这些薄膜，它一般需要放置在一个特定的晶架或者是需要调整，这个时候呢需要一个固态的光路。那这个固态的光路呢，这边就是一个之前的一个太赫兹光路，可以看到非常复杂。那在 Menlo 我们也是非常成熟的一个方案吧，就是全光纤的一个太赫兹的产生方案，我们可以提供光纤输出的飞秒激光器和光纤的一个太赫兹发射和接收器，发射接收天线。这个全光纤的。这套系统呢，这边有一个示意图这边是飞秒激光器，分成2路，然后有泵浦光，有探测光，产生太赫兹脉冲，只要需要加电压，最后我们收集电流来做放大，来做这个数据采集，也有软件，而且这个所有的部分我们全部是光纤的部分那里面的激光器呢，其实就是这么小的一个刚才说到的全光纤的紧凑的飞秒激光器。里面的发射和接收天线呢，也是一个光纤连接的器件。那整套的一个解决方案呢，就是一个19寸3U 的机箱，包括一个放在外面的太赫兹光路，是为了方便客户来集成做自己的一个应用。
那这样的一个系统，我们可以做到100G 到6.5 Hz 的一个光谱范围，以及大于100 dB 的一个动态范围，也是目前市面上最好的一个指标。那这种太赫兹的系统，它的应用其实非常的多。我们这边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在材料科学领域，比如说半导体的一个计量和表征，比如说一些超材料的一个表征，还有一些 6G 因为 6G 通信它的频率会接近太赫兹。然后这边是一个在生物传感里面的一个应用，比如说现在，在对于新冠病毒的一个检测，这边就是客户把我们的太赫兹的系统集成到他的一个检测新冠的一个仪器里面，只需要用到2分钟的时间就可以测出这个新冠病毒。然后这边呢是我们的一个演示就是这个太赫兹的一个软件包括它把样品放置以后它的一个对比。那这个是放置样品前的一个光谱，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时域，这边是时域，这边是频域的一个特点。当然，这个是单次扫描的一个光谱。然后放置这个样品以后呢，它的一个样品的特征吸收峰就可以表现出来。这边是一个阿尔法乳糖的一个样品，它的一个两个非常明显的特征吸收峰，我们可以表征出这个样品是阿尔法乳糖的一个样品。OK，然后三个扩谱我们都讲完了。然后刚才提到了太赫兹呢，我们希望延伸一点，就是讲到这个，因为刚才也提到了有 pump 有 probe，就是有采样的这个部分，所以我们想对采样的这个部分来延伸一下，就是它的一个会关系到激光器的一个同步的一个问题。刚才提到的一个采样的办法呢，其实就是。泵浦和探测之间，他们通过这个机械延迟线来完成一个时间的偏差，来完成最后的一个线性采样。但是这种办法呢，它受限于延迟线的一个速度以及它的一个范围等等，所以它的一个速度和精度达不到一些实验的一个要求。那怎么办呢？我们这边可以把延迟线用另一台飞秒激光器来代替。就相当于另一台飞秒激光器和这个一个做 pump，一个做泵浦，一个做探测，然后把它们两个岔开一定的一个时间差。那这个当然两个激光器要锁定在一起，用我们这个ASOPS，也就是异步采样的这个采样引擎锁定在一起，把它们的重频稳定，并且它们的重频差保持一个特定的数值，这样我们可以做一个异步采样的一个系统。这样的一个异步采样的系统呢，里面会有两套飞秒激光器，然后它有重频和一个重频差的控制，然后呢，它的一个特点就是，我们的采样窗口会比刚才提到的太赫兹，比如说它里面的延迟线宽非常多。刚才提到的延迟线它只能提供皮秒量级的一个采样窗口，而这个两台激光器的 ASOPS 可以提供纳秒量级的一个扫描窗口。然后它的速度可以从刚才延迟线的一个赫兹量级提升到 K 赫兹量级的一个扫描速度，并且呢，它的泵浦和探测光也可以做到一个双波长甚至多波长的一个输出。那在 Menlo 呢，我们哎，抱歉，在 Menlo 呢，我们提供非常丰富的这个定制化的一个解决方案，就是我们可以提供两台 Menlo 的激光器，也可以提供一台 Menlo 的激光器。去同步到另一台，客户自己的激光器等等等等，这些非常多定制化的解决方案，也是欢迎客户来咨询我们这个定制化的这个解决方案，这也是我们的一个长项。那最后呢，我们说一下这个泵浦探测的两个应用，一个是在这个光电探测里面，一个是在压力探测里面，两个传感器的应用。这边是图宾根大学的一个客户，他做的这个关于光电探测的一个实验。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他对我们的系统的一个评价，就是非常感谢 Menlo，他因此呢，他买到这个紧凑的一个异步采样系统以后，他不用自己再来做非常多的这个基本的这个设施搭建，他可以立马开展自己对于这个探测器的一个实验。
第二个呢，就是所有的系统它都在这一个 box 里面，一个这个机柜里面，一站式来实现了它所有的一个需求。那这个在这个实验里面呢，它可以用2个飞秒激光器插开一定的时间差来探测它的这个硫化铅探测器的一个响应速度。那这边是一个 G 赫兹的一个响应速度。那这种异步采样的方案呢，这种 ASOPS 对于 Menlo 来说，我们 G 赫兹当然是非常简单就可以实现的，甚至是可能几十 G 赫兹，甚至更高的频率这个响应，我们的 ASOPS 也可以实现。那其实在这边的一个测力的一个压力的一个传感器里面呢，就是一个探测了几十 G 赫兹的一个超声波的一个信号。当然这边的一个压力传感器，它是一个薄膜的压力传感器，然后就相当于是一个鼓面那个薄膜。然后呢，这个它测压力的原理就是相当于我们按上去以后，这个鼓面会有形变。这个薄膜形变以后呢，通过测它的电感，我们可以知道这个压力的值，而且这个压力的值会非常的精确。那在这个实验里面呢，客户用我们的 ASOPS 来做了这么一个事情啊，就是他把探测光先打到这个薄膜上面，产生了这个薄膜会产生形变，产生形变以后呢，这个薄膜会产生超声波的一个回声在这个整个的一个腔里面，在这个当然这个固体的一个腔里面，然后呢，这个通过这个探测光一个比较弱的一个探测光来探测这个形变，最后通过探测光的一个反射光强呢，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这个薄膜的一个形变，或者说它的一个薄膜的形变，然后它的一个超声波的一个相应的一个特点，进而呢，在这个实验里面，它可以检测它的这个薄膜的一个密封情况。这个密封情况对于它的传感器来说非常的重要。说如果说这个气密性不好的话呢，可能对它的使用寿命包括它的一个使用的一个条件都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折扣。这边也是一个欧洲一个荷兰的代尔夫特理工大学他们的一个实验，怎么说呢？非常非常好，非常精准的一个应用，也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有这个介绍。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关注一波微信公众号。好的，我总结一下今天的这个内容，一个就是我们从500到15微米这个光谱的一个范围，从可见光到中红外的一个范围可以产生，然后呢，最高可以到瓦级的一个输出。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基于这个飞秒光学激光器还可以产生太赫兹的一个解决方案，一个全光纤的一个太赫兹解决方案。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简单介绍了一下这个基于2台激光器的这个异步采样的方案，其实下一期我们会重点介绍一下这个异步采样的方案，也希望各位新老观众到时届时能够过来看。好的，主要的内容就讲到这里，然后大家关注一波公众号，有问题可以发到这个邮箱或者当然一些问题我们在评论区我也收到了，然后我现在来看一下问题，大家那个踊跃提问啊，我看好像现在的问题还比较少。第一个是关于太赫兹的一个问题，请问用飞秒激光打薄膜产生太赫兹，是不是比电学方法产生太赫兹成本更高，或者说有其他优势？打薄膜，我不是特别清楚啊，但是一般的来说，光学的办法产生太赫兹是比电学的方法成本会一般来说会稍微低一点，然后体积上来说，可能更紧凑一点，然后产生的一般会是一个太赫兹脉冲，因此它是一个太赫兹的一个光谱，可以产生太赫兹光谱啊，可以做时域光谱。那在 Menlo 我们不是用打薄膜的办法，而是用打这个光电导天线的办法来产生太赫兹脉冲。这个比打薄膜的办法，
最大的优点，它就是它可以做全光纤耦合的方案。然后透露一下，就是之前的这个功率一般是在几十微瓦，很可能在近期内会升级到会有一个大的升级到毫瓦量级，在可能8月底的一个泰勒斯毫米波那个会上，Menlo 就会和 HHI，来讲这个文章。OK，然后请问一下，贵公司用的光子晶体光纤可以买到吗？这个已经回复了。然后，三官网上有光子晶体光纤的产品介绍吗？或者我怎么买？一般来说，因为 Menlo 是一家做设备的公司，所以这些单独的器件我们是不销售的。但是如果说是老客户，您买了我们的激光器或者光学频率输的产品，然后想来进一步的做一个升级、一个扩普，那没有问题，我们给您提供相应的这个解决方案，给您提供相关的升级的，比如说光子晶体光纤这样的一个部件。四异步采样、逗号、双光束、光谱，这个问题比较简洁。我猜您可能是想问异步采样和双光束、光谱的一个区别。最大的区别就是在他们的CU 上面，就是载波包络像仪频率。我刚才也提到了，这个激光器、脉冲激光器有两个量，一个是重复频率，一个是 CU 频率，就是载波包络像仪频率。如果说载波包络像仪频率没有锁定，然后两个重复频率锁定到一起的两台激光器，我们叫做异步采样，可以叫做异步采样的一个主机。如果两台这个激光器它的它的 CU 频率也锁定，那么两台这个激光器都是光疏，那这个时候它才是一个双光疏的系统，它的一个频率稳定度也才更稳定，用它去做双光疏光谱也更合适。下一期什么时候？下一期待定，但是9月1号或者是8月底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Menlo 中国成立1周年的一个庆祝活动，也希望大家有空过来，尽管是远程也过来玩一玩，可能会有一些抽奖等等这样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环节。请问移频方式扩谱具体是怎么做的？刚才我切回到比较早的这个。比较早的这个PPT，移频它是通过这个比如说这个1040的光打到这个光子晶体光纤里面，然后做这个拉曼平移的方法。因为这个拉曼平移它会根据这个入射的光功率的不同，它的非线性效应会有区别，然后包括这个光纤的一个剪裁等等，然后这样我们可以从1040把它的频率从移动到比如说1200，一直到1600多延期，这样产生的一个移频的方案。您提到的光纤激光器振动冲击实验有相关标准吗？具体是什么机构可以做这类实验？这个我们可以请 Christine 来解答一下，然后他也是负责这个激光器的研发和生产。一般是要一些具有资质的一个检测机构来做这样的事情。泰赫兹 ASOPS 需要锁定 F0 吗？既然是 ASOPS，那就是不需要锁定 F0。如果锁定了 F0，它可以叫做泰赫兹泰赫兹双光束，或者叫双泰赫兹束。
请问飞秒光做差评的时候，是不是只考虑相位匹配呢？这个除了相位匹配，我刚才我想，除了相位匹配，我看到其实这边的一个当然首先要考虑的就是差评的这两个波长了。您要产生的这个目标波长，是通过这两个一个泵浦光和信号光来产生的，所以首先要考虑的就是波长。第二个呢，其实还要考虑这个两个脉冲在时间上的一个重合，这个也非常的重要。如果时间上没有重合，它的非线性效应会非常的低。所以这三个要素其实我们也列出来了。第三个就要考虑的当然就是这个相位匹配的特点。移频的时候可以保持原本的光谱特性吗？如果原始光谱1 dB，光谱带宽30纳米，移频之后仍然能保持30纳米。其实呢，您可以看一下这边的一个光谱，基本上和原始的光谱还是比较类似的。当然，这边原始的光谱没有放，但是其实，移的这些光谱和原来和移的这些光谱的一致性还是有一些一致性的，当然到最后的这个5微米的时候，它的光谱，有一些变化。当然，这个具体的实验还是要具体来看。如果说就是比如说从我们的这个定制的角度来说，如果客户需要什么样的一个，在某个移频的波段需要什么样的一个光谱，我们都会尽量的去来做这个定制。光纤激光器功率输出是否监控光输出能量的大小？这个肯定是监控的。就是内部它是有怎么说呢？就是我们打到一个实物上来看一下。比如说这种激光器，它的内部是有，其实是有相关的一个光电探测器、光电探头的。这个探测器其实它自己也是可以输出它的重复频率的，就是因为它里面有相应的光电探测器来监测它的一个，比如说种子激光、放大器的一个激光等等这些监测的一个手段，来确保它的一个稳定工作吧，来监测它的一个工作状态。当然一般不会出问题啊，如果说出了问题，我们也可以根据这些光电探测器的一个反馈来判断诊断问题的一个原因。我看到了非常多的这个客户问，购买光子晶体光纤的问题。这个我们也怎么说呢？我们作为我们来说，我们也没有太好的办法，因为我们是一家卖激光器，你可以理解是一家卖激光器的公司。那光子晶体光纤呢，最多算是一个激光器上的一个零件，我们也没办法，因为我们自己也不做这个东西。当然，我们会自己熔，自己来，可能做一些特定的一个剪裁、拉锥啊，包括这些东西。但是，更具体的来说，我们自己不生产原料，不生产光子晶体光纤，所以说，如果说您是我们的客户的话，你可以跟我们来咨询，可不可以升级购买一套这个光子晶体光纤的这个部分。
我看基本上好像没有新的问题了。那今天我们可能就先到这里。大家有问题的话，还是可以再继续的来留言啊。我们在后台还是可以继续给您来做一个解答。我们的各位专家也还是在讨论区里，我待会儿也可以去讨论区里来看一下大家的问题。那这边又有一个问题，稍等。哦，又是光子晶体光纤，光子晶体光纤的熔接如何保持中间气孔不塌陷呢？还是采用的聚焦镜打进去的？这个问题太专业了。我自己没有熔过光子晶体光纤，所以，我会问一下我们的同事，看，会不会有一些建议可以给到您，然后，有答案的我会发邮件给您。异步采样的采样设备，采样率怎么定？这个问题也比较复杂。总的来说呢，是根据重复频率的差来确定这个采样率。具体的一个更详细的计算呢，我想下一期的这个讲这个异步采样的时候，我们可以重点来介绍一下。以前购买的 NPR 光束能升级非哥耐结构吗？如果您购买的 NPR 的光束，可能已经是中国首套或者是前几套了，因为这个光束好像在2013年就已经停止供应了，大概2013年、2014年，我记得2014年是非哥耐发布，那大概已经过了8、9年了，这个升级的难度可能比较大，因为振荡器是这个光束的核心，所以，当然您可以再跟我们会再跟您联系，看，有没有其他的替代的一个方案。异步采样的采样窗口触发方式同样的问题，我们还是下一期来做这个整体的一个异步采样的这一期的时候，我们再来解答。非常的专业，呵呵，当然我们下来以后，我会给您一个先给您一个准确的答案。行，好像这边哦，又有一个。贵公司 PPT 上展示的参耳光书的光谱实现550到2200纳米的平坦光谱，三个输出端口就可以。稍等，我打回去。是的，其实实现吗？其实550到2200，如果只说这个光谱范围的话，两个端口就可以覆盖，就是比如说这个近红外的1050到2200纳米的这个超联巨谱从1500产生的，以及这个5000到1050纳米的超联巨谱从780产生的，就可以覆盖。但是其实呢，它用到的模块，里面的内部的模块还是有几个，比如说，首先要产生1560纳米的飞秒输出一个高功率的飞秒输出来打这个高倍线光纤、光子晶体光纤。另一个呢，就是要用倍频的方法来产生780，再用780产生近红外可见光到近红外的这个超联巨谱。所以说，准确的说，这四个口一般会都有。如果说您要的话，都可以
配在上面。好，那我回答的问题也相当多了，然后言多必失，我现在也暂时停一下，最后呢，还有一个光谱带光谱这么宽的光谱平坦度，这个平坦度您也可以看一下，我随后也会给你发相关的这个数据，我就再不细说了，最后这个主办方我们的合作单位光电会，就是一同光电，也是给我们感谢他们非常多期的一个支持啊。今年10月份，武汉光博会是由光电会来主办的，然后 Menlo System 也会去参加这个武汉光博会，所以我们也预祝武汉光博会顺利召开啊，感谢大家，我们下次见。由于时间关系，本期课程到此结束。非常感谢嘉宾的精彩分享和大家的积极参与。如果需要观看直播回放，大家可以扫描蓝色二维码关注"光电会欧一秀"微信公众号，进入点击直播回放即可购买课程观看。也可在公众号后台留言问题，后续我们会联系讲师回复。我们也为本次会议建立了交流群，欢迎扫描橙色二维码申请入群，与行业同仁继续交流。即日起，凡通过直播间广告购买书籍，享85折，并赠送光影万物直播间季度会员、光电会及光博会礼品，欢迎咨询。2022年第19届武汉光博会展位火热预订中，欢迎扫码。